所以，于笑笑前段时间跟嘉恒分手，是为了保护嘉恒的身份不被曝光。谁会费这么大的劲儿，让他们俩分开呢？这么想的话，应该是他的姐姐。可是他的姐姐不会真的想让他曝光吗？不是他姐姐，我早就问过了，分手的事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